嘿，大家好，我们炫耀主持人 Clicky， 欢迎来到我的 studio。今天我们用 Minecraft， 然后我们今天要玩的是 Underground 2 Winter is Coming。Close source 是什么意思？把资源给关起来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今天要玩的是 Underground 2，然后明天就是星期五了 ，Minecraft Friday 就要来了。实在是收到超级超级多的问题，而且其实有很多问题都很有趣，就是不知道要从哪里，就是选到底要哪一个 bug 的问题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好兴奋。然后上集 episode 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地方变得有点漂亮，又不会太漂亮。然后我的肚子有点饿了，所以我想要吃一点东西。我有看到 Bob 在评论里面告诉我说，可不可以到 Bob 的村庄，就是跟他们做一点交易？我觉得其实可以耶。这个 Bob 是跟其他的 Bob 不一样，我不觉得我们可以跟他做交易。你看，多可爱。但是其他的 Bob 在我眼中应该就只是普通的村民而已，只有你是不一样的，知道吗？我们先把一些食物放起来，我想带着一些烤马铃薯，然后我还想把这个地方把它给弄好，不然只有弄左边感觉有点怪怪的，所以我的资源应该是在这里。我怎么听到 zombie 的声音？应该是，不对耶，好大声哦，不是楼上吧？怎么会这么大声？超大声欸，感觉就在上面。不管了，因为上一集 episode 花了好长的时间才找到那个到底在哪里，所以有时间我再去看一下上面是不是也有洞窟好了。真的是好烦哦，真是受够这些邻居了。我们先来做一点栅栏好了，像是这样。全部拿去做好了。其实全部拿去做也做不了多少欸，我发现其实这个栅栏资源吃得很重，会像是这样子，好大声哦。爸在这边应该够安全吧，我把暗的地方都点亮好了，我很怕回来的时候爸已经不在了，而且有爸好大声，有爸告诉我说就是要我就是做一只铁巨人这样子，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蛮好的主意欸，但是回来再看看好了，我先到对面的村庄去看一下那边的状况是怎么样，然后我想多点栅栏，我想去对面也做一个驿站，这样子爸不在，你再好好走楼梯，走这边，不乖，走这里，很好。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栅栏，所以这代表需要搬木砖，因为搬木砖跟栅栏可以做成一个。我们还需要一些树叶。之后真的没问题吗 ？Zombie 的声音有点严重哎。这样子好了，会。然后全部做成栅栏，15个感觉够，但是我还是会把它带在身上。走吧，宝宝，该是冒险的时候了。骑在宝宝身上啊，错了。骑在宝宝身上，准备喽。这是要成功才行，嘿，一哈，成功了。前面应该是我们上次做的那个有点丑的简便桥，我现在是想不太到到底要怎么去改变它。然后这个地方我会想要把它给稍微整理一下。刚波波发出奇怪的声音耶，波波好开心哦，波波可以走下来了。是这里要小心，因为我还在。这是波波第一次到这个地方哦，波波太嗨了吧。稍微把这个地方把它变成，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地方给挖一下。会，之后驿站我们就坐在这里好了。会，这样子，之后这样子，波波开心到跳舞了，这是一个好久没出现的波波舞。好了，波波够了。这边也有威胁。驿站我想就连着这个房子一起做好了。那先让波波逛一下好了，他这边应该会认识到很多新朋友。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弄起来，之后波波要过去的时候也可以跳过去。然后驿站大概是连着这个一起做。
我想说我身上怎么没有带半砖哦，疯狂的扭扭。嗯，我会连着这个一起做下来之后，嗯，我们先用树叶弄好，反正树叶也很多，之后摆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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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格好了，会像是这样子。哈，好多爸爸的声音哦。嗯，之后弄下来一格，弄下来一格，把这个弄掉。之后我们再用栅栏门把它给，会这样子，会啊，这边刚好有一个楼梯在这里，这样子会，其实有点奇怪。哼，我把这边给弄一下。这个地方就在一格好了，好多了。这样子 buff 下来，不对，不是 buff 下来，我觉得这边应该再少一格，所以要这样子。然后啊，我的东西要坏掉了。会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耶。点在这里好了。会，身上的哦，还够。啊，不行了。糟了，这附近有可以，算了，波波在哪里？波波整个超嗨啊，波波下来了，啊，果然不行，会，走自己上去，嘿，咻，嘻哈，我们回去速补充一下我们的十字稿，糟了。我发现只要不是最高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跳过去。来，波波下马，会，然后把安全在这里，我们的工具栏在这里带着，之后会失败，必须要抓到那个最高点的那个地方，就是差不多在，会，哦。我大概会了，大概知道他要抓到什么样的点才行。好，那我们把波波先拴在这个暂时的客栈这里，嘿，然后我们稍微把这个地方给挖起来，这样波波会更快的到平地的部分，然后驿站看起来也会比较大一点，一点点。这个地方就铺下来。然后这个地方就连着这个这里好了，可以再拓宽一格，好多了，就是一个非常简便的驿站这样子。哼，好，我们身上有一些东西应该可以跟 Bob 做交易。看一下这位 Bob 要绿宝石，我们来做交易的目的就是找到绿宝石，就是有什么比较我们可以得到的资源跟他们换绿宝石。如果直接用煤炭换的话，感觉有点浪费，而且我很需要煤炭。换成面包不需要。这里是换打火机，我也觉得不太需要。这位 Bob 呢，也是用绿宝石换。我记得有用小麦换的，黄金贵死了。等等，钻石。这个 Bob 一脸看起来非常天真的样子，原来。哦，你好恐怖哦，爱钻石的家伙。哦，有了，就是你，18个是吗？那这位是9个，这位是，他可以换荧光石哎，我会想要换荧光石。这个是牛肉，那这个呢？哎呦，哦，有爸爸告诉我，就是说这边有一个小房间啊，哦，然后这边有一颗鸡蛋，不对。这里有一个哦，他可以换3个，所以我们要找他。之后他是羊毛，这个地方里面有铁镐，然后钻石，还有铁锭。我一直没有来拿，但是我知道这里有这些东西。我们有3颗钻石，还不够换一个那个。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拿一些小麦来换。我觉得我们的小麦其实
其实蛮多的，而且我们的食物来源应该算是蛮充足的。那我们就拿一些小麦来换一些。我、哦、看到 Bob 在摧残他家。我们拿一些小麦过来，然后之后跟他们换一点，就是绿宝石，之后再用绿宝石换一点荧光石好了。我觉得荧光石必须要到地狱去才能够找得到，所以如果能够直接在这边找到荧光石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值得的。我越来越会骑 Bobo 了，这个放在这里，然后 Bobo 过来，汤，好，我们来带一点东西过去，应该是在这里，带这么多没有问题吗？应该是还可以。好，我们就带这些过去。之后 ，Bobo， 我们要再过去了。啊，弄错了。嘿，准备喽。嘿，真的越来越会骑 Bobo 了。大概就是抓到那种感觉之后，就是可以很自在的，就是几乎到全满。嘿，啊，太早跳了，太小。然后之后下马之后，再把 Bobo 牵起来。我记得那个 Bob 应该是在前面，会。然后里面好像还有一些 Bob 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好多、哦，超多生物在这里的。是你吗？还是你？是你。18个，我们可以换几个呢？好多 Bob 哦，你们都挤进来干嘛？哎，为什么它冒出粉红色的东西了？是好感度增加吗？哎，它可以换到下一页，超神秘的。哦，所以好感度增加的时候，爸们换的东西就能够越来越多了，是不是？哦，它比较黑心，这边有一个18个。哦，你们不要都挤在一起嘛！哎呦，你走开。哦，是你，我有3个绿宝石，我想要换3个荧光石。哼哼，好吵、哦，我要离开这里了。�ta啦，我有9个荧光石了，不知道荧光石能够做些什么东西。就我所知，荧光石好像在这里面好像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嘿 ，Bobo，Bobo 那边不行 ，Bobo 下来。嘿，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回去了，身上好多东西哦。嘿，嘿，笑，所以这一集根本就是来贸易的嘛。哈，嘿哈，啊，太早按了，再一次，害羞，然后下马，把波波牵起来。我一直很喜欢把波波讲成马。爸爸跑去哪里了？爸爸嘞？哦，听到他的声音了。哦，你在这里，你一直很喜欢到这里来耶。为什么啊？这里到底有什么东西吸引你吗？没有啊，我真的觉得爸爸来这边很危险，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感觉。点亮一下，虽然这边已经够亮了。哦，树长出来了，我要把这棵树给挖起来。然后我也觉得这集 episode 差不多看到这里了。告诉我一下，下一集 episode 我要做些什么吧。哦，不对，下一集 episode 是 Minecraft Friday， 对不对？该是回答问题的时候了。然后身上应该东西都有了，这边应该没有什么树木卡在里面吧。哦，有，才刚讲完就有了，这个挖起来刚好坏掉。OK， 我觉得这一集 episode 差不多念到这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点左下角，喜欢在左上角个订阅，告诉我下下下集，不对，是下下集我要做些什么东西。那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咯， 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哦，什么啊？你不要系统、啊，我没有按啊。没有。这游戏好难哦。